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咱们共同学习和探讨中国画牡丹的最基本的画法。现在呢咱们就从这个牡丹的最简单的花苞开始画。画这花苞呢要用这个羊毫笔，这个笔根上呢用白粉，笔尖上呢加一些胭脂或者是牡丹红都可以。这个咱们现在就开始，第一笔是最简单的，下笔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笔尖先着纸，先入纸，回翻行笔下来，这就是一笔。这一笔出来的效果是有深有浅，它有一个过渡色，这样到下一步加上花蒂它就形成一个花苞。再画复杂一点呢，就第二笔，起笔回翻再下来，这就是两笔的，以此类推，一笔两笔三笔，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画苞的基本的东西。咱们呢再画另外一种，另外一种呢这个下笔的时候是从上从下上上这样过来，这样过来它就包起来了。它刚初开的时候它都是互相包着的，这个时候呢这是外边咱们直接看到的一层，这个时候加一点重点的颜色，再补上后边的，外边再包一下，这一个小花苞就形成了。再给大家画一个这种方向的，大家可以注意看，它基本的用笔规律都是左啊右啊右啊左啊，这样包起来。这一笔非常关键，也不太容易掌握，就是说入纸行笔的过程比较长，这个样呢还有一些飞白，这现在笔上的颜色已经很少，可以再拉一下，这样显成遮过去这个小瓣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笔上呢已经加了一点重颜色，可以把它的花心结构找一下，这样基本上这个花头这个小花苞基本上就形成了。但是这个时候呢两边有点太对称，这个样可以把这笔放长一点。咱们再共同来学画一下这个正面的花苞和这个两三个花苞组合到一起的。第一个呢咱还是用那个一笔两笔的这种画一个，第二个呢画一个正一点的，正一点的就是花心的偏中间的，这个时候的外围已经画好了，加点重的把花心找出来。这个时候呢它是两个了，它可以再加一个，就是花苞与花苞初开的开了一点的组合起来作为一组，这两个之间要叫它有点遮挡，这个地方不够的地方可以再加一下，这个时候加这个深颜色的时候笔上的水分一定不能太多，一多以后它都很难保住这种边沿。这个样这一组就算基本上完成了。下一步啊咱把这个花萼给它画上去，用笔呢要用狼毫笔，狼毫笔它有比较有弹性，这个颜色呢它很鲜艳，
咱们就用直绿，就是石绿加藤黄调出来一种颜色，毛笔尖上呢去舔，也叫蘸，蘸一下胭脂，这两种颜色就在一个毛笔上，尖上是胭脂，整个笔上都是直绿，它们自然的一种渗化，画到纸上以后它就非常的好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下笔、行笔、提笔，这是一笔，第二笔，第三笔，第四笔，不合适的地方可以修一下。再加一点颜色，这个时候呢就画它的小径。行笔要果断，要中锋用笔，有一点顿挫，这个样它更有一种节奏感。它下边呢还有几个小须子，就是花屉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边呢还可以加上一点点缀的小牙子，这一个画报就基本完成了。咱们再画一个，就是有姿态一点的，叫它有一定的曲线，行笔顿挫，哎，这很有弹性。再把小叶给它补上，哎，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小画报。再讲一下呢，这个牡丹花以后画成组的时候，它要一组一组的。这个花屉，这一个花苞和这一个花苞，它们之间这种穿插关系。再举一个例子，它的基本的画法还是在上次讲的，已经是大家已经看到了。下来回锋提笔，就像打对号的那种感觉差不多，笔与笔之间可以叫它有点碰撞，下这一个，行笔从下向上走，这一个小的就基本完成了。它在这两个的后边，这两个你可以画这个，也可以画这个，这个样呢，一笔两笔，把它画的要有一些弹性，要舒展一些，行笔要果断。下边这是花体萼当中的小叶小芽，它自然生长中就有，但是没有那么规范，这是通过一些提炼啊，这样画出来以后比较潇洒。它下边的萼呢有四个萼组合成一个托，来托着这个牡丹花头。哎，朋友们，咱们这个花苞啊基本讲完了。画花苞主要注意一下它的花屉的颜色的调配，不要太绿也不要太红，时间长了以后大家就掌握。哎，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就画牡丹花头。牡丹花头啊，在这个牡丹画当中啊，是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部分。牡丹花头啊，它分单瓣、复瓣和千层瓣。咱们今天呢，就从这个单瓣的开始画。用笔还是用羊毫笔，以粉色为例，入纸。单层瓣的话啊，朋友们画起来的时候要注意，就是它瓣比较少，它才称为单层。用笔的时候要潇洒一点，它比较有姿态，这种花头很适合于画在梢上。这一笔颜色画到基本的形，这是一个半侧面的，已经就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可以再加点颜色，颜色加好以后，从花心开始
分一下层次。这个时候用笔要稍微的谨慎一点，就是大胆的落笔，小心的收拾，这是那么一个过程。这样这个花头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基本上属于荷花型。再来画一个葵花型，葵花型啊，顾名思义它必须是比较扁的，才给它画一个正面的。落笔一笔两笔，这个你就可以这样转着画，但是不要太均匀，这口不要全堵上，它要有一定的开与合的关系，瓣与瓣之间的疏与密的关系。这个外围这个样，基本上这几笔就完成了。在那笔上呢，又加了点重的颜色，再给它画一层。单瓣也不是说就是说一层，它就是两三层啊，三四层啊，哎，这个样画出来的东西它比较丰富。中间这块白大家不要管它，这块白到时候要有花蕊把它补上。这个花头这个样基本上就可以了。要觉得上边这个口给下边这个口有点太对得太齐，可以把这个缩小一点。它要不要画的一个非常非常圆的一个大圆圈，它要有一定的豁口，这样画出来东西呢它比较潇洒。咱们呢再画一种复瓣的，这个调颜色啊，笔根上加一些白粉，横着这样来抹，笔尖上呢加一些曙红啊，或者是牡丹红，两种都可以。但咱们今天用的这个是牡丹红。这个行笔呀，最好是左右翻一下笔，把它调好了，这样就可以上纸了。在这一种呢，就是辅瓣的，辅瓣的就是层次就有个几十层啊，一二十层啊。画它的时候啊，要注意。就不像单瓣的那样单薄了，它的层次就要注意它的层次了啊，这样把它形成一个玫瑰形腐瓣的。这个外围现在基本上这个花形的基本形已经确定了，这个时候呢笔尖上来加一些牡丹红深的颜色。这个时候的笔呀、水分一定要少，它多了以后就把这些边沿就冲掉了。行笔它不是点的，它要是根据它的结构，它有一个弧度。为什么要这样转的话呢？因为牡丹花瓣它很多结构是这种弧线形成的，哎，这就出来了很多瓣。这不够的地方可以再加一下。哎，这样这个花头就基本上完成了。咱这一个呢就画一个辅瓣里边的平头形。什么叫平头形呢？画出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花呀它还属于辅瓣的，基本的用笔方式和以前画的几种有些很接近的地方。这一笔是为了打破它那种呆板的造型，就是一个花瓣撇出来开出来了。现在这个笔上跟上边讲的是一样的，加了一些胭脂，从花心开始来给它分。
如果这个颜色不够了，可以再加一下。有一点要给大家讲清楚的，就是这个花瓣这种造型的，它还是上里包着的，所以画这个弧线的这个鼻子运动这种弧线的时候，要注意这个特点。哎，这就基本上完成了。哎，观众朋友们，咱们画了几个花头啊？下一步呢，我就给大家画一个速度比较快一点，这个样呢，它能出来很多飞白，这个精神它就更精神了，下笔要快。颜色咱们现在已经调好了，哎，这一个花头就完成了。在学习的过程当中，要以牡丹的基本形态来表现它，这个时候这种重复颜色笔的重复颜色的覆盖，这都不影响，这个样它才容易出层次。不要哪一笔也不敢招哪一笔，哪一个不敢碰哪一个，只能那样画出东西很呆板。修的时候要根据它的生长的一种规律，这个花头它不是向外伸展的，它还是向里向心的，所以说用笔的时候要注意用笔的方向，画这边的时候笔要这样挑，画这边的时候笔要这样上回收。来，这个花头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今天咱们讲了牡丹的单瓣和辅瓣，单瓣的呢它向外伸展比较潇洒，腐瓣呢比较丰满。今天呢，咱们哎，朋友们，咱们今天呢讲这个牡丹的几大色系。牡丹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它不仅有粉红黄蓝绿紫白，这些颜色呢自然界都是存在的，其实它要有几十种色，就是为了便利去方便的去总结，慢慢的把它总结出九大色系。咱们呢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白牡丹怎么画。这个白牡丹画起来啊相对来说难一些，因为纸是白的，颜色也是白的，但是为了怎么区别呢，这个自然界的白牡丹不是纯白的，它的笔根上有偏于绿，有的偏于紫，有的偏于黄，所以呢调颜色的时候呢就是把笔上上上白颜色，再来一点脂绿，这个就是倾向于绿头的。现在就开始，这个时候呢颜色笔上颜色比较饱满，要画在它比较关键的笔部位上。画这个白牡丹的时候行笔尽量慢一点，因为它白与白之间的衔接，这个绿粉绿在上边是很浅的，说看不很清楚。根据笔上的颜色的色度来定画哪一笔，这就笔尖上的绿已经很淡了，这个时候呢就画一下外围的东西。你看我这个有个动作，这个笔不是点的，它是下来以后横着上前这样推这样走，这一笔上颜色基本上已经用完了。底下的这层花瓣是倾向于绿的，自然界倾向绿的也很多，它很感觉非常的韵，这个时候感觉什么地方还差一点的话再补一补。就是用牡丹用胭脂加一点墨
调一种这种深红颜色，露点紫头，千万不要太重。一笔，这一笔给这一笔产生的关系是什么样的，要慢慢掌握，要巧妙地利用笔尖，它就分出来层次了。这个呀，这一笔给这一笔留一个孔，这个要画成，这时候感觉笔上的颜色不够了，可以再重新调一下。调这个颜色的时候一定要少，因为这个白颜色上了别的颜色多了以后它特容易脏。这样花心上边的这瓣要虚一点，两边的这样就是舒展一点。找一下外形，外形这半与半之间不要太明确，这个就感觉少，哎，再加上一笔。这一个牡丹花型基本的外形基本完成了，但现在里边结构还需要调整。就白牡丹的表现方法有好多种，有的人喜欢勾线，用线条来表现，但是给这个不用线条表现牡丹放在一块呢，它就比较生硬，所以说咱们还是用这种直接用色相色度来把它分出来，来完成这个画型的造型，所以画起来相对来说难度比较大。画的不到位的地方可以好好修一修，颜色不够的可以加一下，水分不要太大。这个笔尖上这个颜色加重一点，从最重的地方开始上了加，觉得这个地方形态还不够好，可以在上后扩外扩一点，结构还不够明确可以再加一层，这个地方就太平了可以再提上两笔，它的层次就出来了。好，这一个牡丹花头这样基本就可以了。这个绿牡丹呢很少见，是一个比较稀少的一个品种，画起来颜色我告诉大家怎么调配。笔根上上上白颜色，先蘸一点黄绿，在盘子里把它调好了，再蘸一些重一点的绿，把它调开了，这个时候笔上就形成了笔肚，笔根是白颜色，笔根是白颜色，笔肚偏黄，笔尖就是偏绿，这个时候就可以入纸。啊，上笔颜色完了以后，重新调重一点的颜色来画。哎，这一个基本的造型也就完成了。加重花心儿，
基本上这个花头就可以了。以上咱们画了两种，一种是白颜色的，一种是绿颜色的。要告诉大家一个非常注意的东西，就是画白颜色的这种毛笔一定要是干净的，绿颜色的也一定是干净的毛笔，否则调出来颜色很容易发脏发污。在这个色彩调配上，白颜色你可以穷像点绿，穷像一点紫，穷像一点黄，都是可以的。绿颜色里边你浅一点重一点也都是可以的，但是颜色尽量叫它明快一点。哎，朋友们，咱们这一次呢主要是画这个千层瓣的。千层瓣的花头啊，它分两大品种，一个呢是绣球型，一个呢是皇冠型。它这个花呢非常大，很丰满，在牡丹画当中它起着一种很大的作用，一般都把它放在主要的位置。咱这一个画一个就是皇冠型的，用笔方式跟以前那种方式是接近的，行笔切记要利索。这是它开下来的这种瓣都甩出来了，下边这种开开的稍微放射的这种瓣不要太多，这样基本就可以了。这个时候调好颜色以后，也是笔肚上是白粉，笔尖上是牡丹红，这个水分要少，颜色相对要多一点。什么叫千层瓣呢？就瓣数非常的多，里边的小瓣呢比较碎，它一个挤着一个，所以画的时候啊，行笔啊用笔啊就要比较细一点。这个时候笔上的颜色已经不行了，再可以加一点白颜色，笔尖上加一些牡丹红，笔尖朝里，行笔画弧，但是画的这个弧不要一个一个的一样。再一个要注意的是，不要怕下第二笔给第一笔，不要怕它接触，要大胆的重叠。这样一笔一笔的把它组合起来，这上边呢就是小瓣组成的。基本的花型已经出来了，这个时候这里边的东西要去慢慢的去刻画。再次强调一下，笔上的水分一定不要太多，这个笔这个时候还要注意一个东西，就是说要注意它花瓣的走向。要注意花瓣的走向，要向心，笔的动作也是向心的。这边的就上这，这样逐步的调整，慢慢的修理，把它的层次找出来。这样基本上就完成了。这个花头呢基本上完成了，但是它有些地方很出现了一些重复，瓣与瓣之间啊再给它找一些变化，在变化当中呢找统一，
有些地方适当的加重一点。但是加它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注意，不要把原来的好的地方给破坏掉。再给大家再画一种我们最常见的球形。咱们这一次呢，就从中间这个大瓣开始。球形它是圆的，这个很好理解，但是画起来的时候不要画的完全就是一个圆球，它还是要有一点变化，这样画出来东西它比较生动。哎，这基本的形，这是一个圆圈，一个圆球，这个就开一个豁啊，这个样它比较生动。这个时候的基本形状已经出来了，因为这种花头它是千层瓣的，咱们可以来刻画刻画与瓣与瓣之间的一种关系。笔上的颜色为什么要从中间开始呢？这个地方最重，越画越淡，笔上的颜色越画越少，啊，你这个样子就对心中做到慢慢做到心中有数。笔上的颜色是深的还是浅的，这个地方需要画深的或者会需要画浅的，不够重的地方可以继续加重。注意这几个亮尖的变化，不要它一样大，就这样把它的层次再加一遍。有好几种画法，画这种大花头的时候，有的习惯画一层干了以后再画第二层，再干了以后再画第二层第三层，也是一种办法。咱们这种办法呢，就是一气哈成的一种办法。趁它的湿，这样画出来的优点呢是比较韵，它的缺点呢是不大易掌握，把修的变数多了，水分大了，就是把形给冲掉了。时间长了就好了，多画几遍，要有耐心。这地方加重这几笔非常关键，它是来确定花的基本形的。这个红，这个深的这几个点是它的主要结构点，它在里边起非常大的作用。这样基本上就差不多了。好，这个千层瓣的球形的基本上就这样画完了。这一集咱们讲了牡丹的千层瓣，千层瓣的两个花型，一个呢是球形，一个呢是皇冠形。这两种造型在牡丹画当中一般都放在最主要的位置，它有一种庄重富贵。广东湖光影音发展有限公司凭借雄厚的实力和高素质的人才，源源不断地向广大观众输送精彩无比的节目，满足观众无限多样的资讯需求和娱乐享受。百科全书 VCD 是我们公司的一大王牌，它集知识性、娱乐性、趣味性于一体，精彩节目一浪接一浪。百科全书 VCD 为您全面奉上。百科全书 VCD 肯定有一款适合您。